中弹政府则不好啊，我觉得中弹需要风起。然后我觉得法力流系带不如灵光披风，直接疾跑开加速开冲，而且绕后 TP 绕后直接干死他们，然后点这个再河道加速，直接点个饼干加 CD。 不是，我是中路中单人嘛，可惨战绩，先骗一下他们，他应该不会真的查战绩吧。哎，不管了，我就不加血，完了，就坚持到游戏结束吗？哎，别玩这种变态英雄啊。哎，中弹委员，完了，需要打野大哥，我中路有点坚持不住啊，这个主要是现在这个药被削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药被削了之后买这个药是没什么用的，没有任何用，所以买个杜兰顿抗压。主 Q 敷 W 是不是？我操，中单那个，这个还好，主 Q 敷 W 吧，对 ，W 加双康。你干嘛啊？这个人好装啊，兄弟们！哎，我不能带政府走，我不知道对面中路是那个维恩还是那个欧拉夫啊。滚！哎呦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操，这个怎么也是个疾跑啊，兄弟们，完了！哎，不对呀，这什么情况啊，大哥啊？为什么玩那个巨魔也是带疾跑啊？完了，兄弟们，我这没了，感觉好像在政府这，不好意思啊，风起跑得快，死得更快，主要是跑太快了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自己人在哪啊，不是自己人，我的麻在哪？不能这样吧？哎，垃圾英雄！人嘛，本来不是这样玩的，人嘛要好好游走啊！哎，你去哪？对吧？我觉得我玩人嘛。没必要跟他打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不太好吧？说实话，跑得真快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不是这个，我一出啥都打不过呀！刚出来的，真的妈呀，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人玩中大欧拉夫的东西，不是正常人这个。有种，我不管中路了，兄弟们，中塔已经不是我的了。我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来了。英雄登场！他没骂人啊，是我早就骂人了。
滚！干嘛？我真的没用、啊。我操！我那是开枪。哎，辅助没抢呢，哥，你有大吗？没大就算了吧。不大呀。对的，对的。不是他骂我，这是我早就骂人了。这个啊，什么别说对不起，那我说啥？我就说你自己带不动我。妈呀，你在叫什么呢？我要说这个不可能。那我除了对不起还能说啥？弱爆！我说我不能说，哎，八级点了，干嘛我一个人输了？我真的对不起，我太丢人了。干嘛？那死漂亮！可以可以，1000块钱。其实真有机会的，对面全 AD 兄弟们，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这样放弃。杀吧！兄弟们 ！OK。前面谁都打不过，只能发育，然后呢，推线游走。OK。干嘛？干嘛那么想杀我呀？你真搞笑啊！啊！哎，现在真的知道怎么玩了。前面不能打，谁都打不了。我觉得前面还在塔下正常吃兵。OK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最好的就是哇，对不起。哎，刚才谁跟我说看那个游戏更新的那个东西？我就是看了上当的呀，兄弟们！我不看的话，我也不会玩人马。我又哎，没事，挺好的。我不看的话，我也不会去想玩这个人马这个英雄了。你们看我这个玩的英雄，妈呀，不太像个人。啊，我去买英雄了，正常的。我们就买点正常的英雄，玩个正常的啊，别人玩的那种英雄好吧？别玩一些奇怪的英雄。